这样吗？是哟。你好。嗯。啊。对，说不清楚。就是、嗯、怎么陌生了吗？很客气吗？你连过来，你说你好。这是我每个人我都会说你好呀。那你下次能不能跟我说别的？嗨，王这个。但你就玩啥呀？咱们今天四个人还是两个人？都可以，但是我主要是我今天没有什么条件，我就是想连连你。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条件就回答问题就行了，或者做惩罚。好，没事儿，随便都行。你要想两个人就两个人玩一玩也可以的，我也没条件呀。你别跟我扯。真的没有。嗯。主动点，兄弟。是这个兄弟给我连的。啊、嗯，没事儿，开玩笑呢。那肯定是我主动的。冷不冷啊你？没有，不是说这个，不是说这个，他们在说别的。嗯，冷不冷？第一次来有还好，有一点。我感觉成都还是有一些冷的，但是比上次暖和点了。不好吧？不知道，我没出门，穿短袖呢。我再看一眼。哦。这有啥？哦，手链是吧？就是给我送了一个手链，因为我洗澡的时候给摘下来了。嗯。OK。妈呀，你们这些，我行，我洗澡是摘下来的，看看，又看看，神经啊。OK， 行，我待会儿带吧，我待会上厕所的时候就去带上吧这些。嗯。好。嗯。嘿，玩吧，咱们玩个啥呀？对，像太送了我一个转运珠吧，那类似于是个。那你看，那你知道那个图案是什么的吗？知道，蜡笔小新，看见了，很可爱，谢谢。嗯，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待会儿就给它戴上。嘿，很好，嗯。玩啥呀，在那儿？我打一下，对不起，玩什么呀？嗯，拉四人咱们好不好？哎，好，行，我看一下泡泡来不来啊？刚跟他连过呢，拉几个熟人，让他们多讲点话，好像上次也听。哎，好，你好，Hello。Hello 呀，是不是两个？应该是一个的。Hello 啊，干什么？申叔了？对呀、啊，刚才你跟我说的一样，我刚才也问他申叔了呀。干什么、啊？高个子妹妹。Hello， 泡泡 ，Hello， 悄悄 ，Hello。我还以为他记得名字呢，他名字还是叫出来了。没有啊，那肯定能叫出来呀、啊。啊，行吧。行吧，玩个啥呢？咱们再拿一个啥呢？再拿一个谁呢？再拉一个进来？再拉个进来。他不回家，他老家不需要。对。对面好漂亮，你去对面刷点。去年我也不怎么关心，要不要？拉谁呀、啊？你连个灯牌都没有，你再这样我就给你踢出去。的记忆，再拉个谁呀、啊？好凶啊你，好凶！没有，他们总在这里 Q 别人 ，Q 别的主播，我烦啊，总在那里引战，就引战啊！我靠、啊，好厉害！引战了，这么夸张？OK， 不是引战，就是他们啊，引战啊，好吓人！小 C 现在不在呢，可以等一下。小西不在，小 C 在的话，我刚才经常跟他玩那个。你感谢，哎，你好忙 ，BB， 妈呀，你们都叫这些谁呀、啊？人家在播吗？小 T 大作，还叫我连卡崔娜的，我这些人都没播，你们叫我去拉谁呀、啊？
娘娘，叫你去把他们拉上播。对呀、啊，我给他们打电话呀。打电话吗？今年闰二月。是不是你嫌不多？他没有，他不在。有这个不在吗？小 C 现在还不在。我看看小 C 还有多久好吗？你们去看一下吗？就是因为这个不能是吧？不能。什么？那我到时候问。他们说今年闰二月不上坟。完了，我口红断里面了，没人理你。我在想是不是有这么回事儿？问我不对，他们说对。闰二年啥？闰二月，什么闰二年？算了，你肯定也不知道哈。他们说是的不上啊、嗯。他说出来，我知道，我摆烂来着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徐姐。你们在拉人没有啊？嗯，我觉得你要不然就问一下你妈。嗯。他们在等小 C。哦，行。小 C 是那个冰箱前面那个小 C 吗？你真的给人取的名字、啊，你好喜欢给人取外号啊！你就是那种闺蜜里面冰箱前面的那位美女吗？最喜欢给人取外号的人。冰冰啥时候去的那个澳门啊？昨天还是前天来的？前天去的。冰冰真的好刻苦啊！直播间两个人，而且还不接受连麦，他在挂 PK， 哦，他挂着呢。人家知道是露个脸的话，不至于两个人啊。哦，我就是说，那等着吧，我这也咋了你也小兰？冰箱前面的别人取的名字，冰箱前面的。没事没事没事，就是现在，就单纯的发个疯。小 C，应该又是提前三天。什么呀？不知道你在说啥。嗯嗯嗯，要不就是先说什么什么什么，这老人家说，嗯，好的，让他去问。泡泡他们不打麻将吗？不打。见了，他们不会打。我俩简直这方面白痴。他要会打的话，我就找找他们了。你说你俩还去打麻将？没有，没有，没人儿。我俩如果我俩打的话。我来了，冰箱前面的小 C 来了，小 C， 我来了，你好，你好，小 C， 小 C， 哈喽，嗯，感觉这一局不太妙的样子，怎么不太妙呀？很妙，怎么不太妙呀？嗯，总是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，嗯，谁有这个力量？他们啊，怎么？不会是要玩什么真心话吧？最后说，咱们最后说玩什么？好开放、行，好，一二三四啊，来吧。行，行，好，闭麦了。嗯，我觉得什么呀？循环吗？这个歌在？我想。他说他欠你一个礼物，你忘了？哦，就知道。哦。啊。他就是在看跳舞的，一叫之优，小 C， 那个我们之优太喜欢你了，他说你可不可以跳的时候叫他的名字跳个舞？之优，他就要性感，对，是个好女人，他就这样，而且他现在是抽空抽着时间过来的，他说他现在外面，他马上回家了，快点，好，真是个疯子，行吗？之优，你觉得就是性感叫你名字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嘛？帮我们小 C 放大，都说不说的，只有是会玩的啊、那必须，那么把那个是小兰，把那个小 C 放大一下。行，我天。我得给你兑点水，你放一下。嗯嗯，那个不是，那是什么吗？快一点儿。他载歌载舞的。快一点，快一点说。等会来不及了。嗯，他怎么说？就像刚才那样吗？对不对？开始三秒钟，给你三秒钟时间说话。三秒钟时间到了还不说的话，我给你。只有很慌的，你必须赶紧。他说是上次跳的那个很性感的，他一直在说。他前天就想找你，他说他不看你睡不着觉，结果你下了。
他就是说一个很性感，我以后每天上来十分钟就为了跳个舞给自由看，然后你那个叫什么名字，然后就下转叫你去哪个你也不说古典的那个，就是我放音乐他说 他说是有一次你跟我连还是跟谁连，然后边上票然后你边跳，他说他被你那个迷的睡不着觉。请问他是哪个音乐啊？哪个音乐、这个、吗？是这个吗？你快一点啊，你好墨迹。感觉吹得他好慌啊，是不是这个？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是吧？那行，子悠，然后叫一下子悠的那个名字。行，我明白了。是 OK OK， 哦，明白了。我懂了，我懂。我靠，你好会享受啊你。他是懂互联网的，我真的佩服他了，真的。嗯。神气来了，子悠，你别转我呀！这样吗，子悠？子悠，来了。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子悠愣着干嘛？还不去刷个心动丘比特？没事没事、哎。要是有时间，绝对看一晚。没事没事，回去回去陪对象去吧你。真是无语了，这可忙了。太绝了。欢迎大家回来，想想真的很真的很厉害呀、他可能对这个就是比较有执念，嗯，他说要是如果时间不允许他要看你晚上被迷着了被迷着了，谢谢大家，是真的很真的很有魅力、这个谁不爱啊，对，有点我多学一点这种啊、多学一点，下次咱们换着跳，行行，都好都好，很会享受、那小狼呢，小的，小狼干嘛呢？小狼，你跳一下那个。小狼跳舞也跳得很好。那个啊，不，比不了一点啊。哎，你这个我也是瞎跳的，我也是瞎跳。给我跳热了。给你跳热了。这太很顶了。这个真的很难。也可以喊名字那个小狼。啊？是吗、可以喊名字那个是啥样的，嗯，可以喊名字的一个舞，你上次喊的小香你记得吗，啊，你就喊那个，你喊我们家榜一、好会享受这局，各位各个家的那种都很会享受啊，你现在多会维护啊，现在都是很会维护啊，跳什么呀，嗯，就是上次我忘了你叫哪个，就是喊的是小香，小香让你喊，你记得不？我都没看过呀，那你真的还是很不错，还是真的、我靠，我看看，别装啊，咱们坐这儿看一下，老师，别装。这个，欧尼酱，他们说是欧尼酱，欧尼酱，欧尼酱还可以叫人啊，叫人的啊，叫人版本的，没有，欧尼酱他。的道具，它貌似不在这里。别紧张，别紧张。放大一下，放大一下。你平常心来啊。好。哦，你讲。先把眼镜戴上。
没有什么观赏性了。别谦虚，谦虚了，谦虚了。哎呀，他跑了，他跑不了一点，在外面看，他好开心。假装逃跑，其实在外面，声音放大了看。其实在外面看着呢，我跟你讲。声音按到最大看。他叫什么？你喊他七七 七, 七就可以了。七七。嗯，对。点钟睡觉都是你，就是这个直播间不得了啊！妈呀！你们一个二个都身怀绝技啊！真是互联网不养闲人啊！真的深藏不露啊！个个都很有，那个那个啥子，就是采访一下七七啊，应该采访一下七七此时此刻的感受。好，我靠！谁知道我腼腆的跑了。跑了，在外面看呢。外面看着呢，绝对外面看着呢。在外面待着呢，假装自己很沉稳。我看不了一点点。哎呀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我靠，你俩都好，都很绝啊！然后我们都互关一下哈。好，哎呀，没事，你俩对着跳，对着叫名字啊，跳着跳着，我想看。你们也太会玩了啊！我想。我好想看，我感觉下一，我感觉下一次都会安排上了，吓人！好，我们俩这怕你们可不可以再来一局啊？还想再看？等会全都留着没看完，好吓人！我靠，真的很爱啊！想玩吗？你们还？我都可以，我都可以，你们还玩一局吗？不要命了，今天晚上，要不小兰，我们两个就是疯狂跳，把我们俩抬走。你俩，而且身材又好啊！我的妈呀！好会扭！我的妈呀！会扭，真的好会扭，而且你们俩声音都真的还蛮好听的。很棒很棒，很 nice 很 nice。OK。那沉淀一下吧，沉淀一下。行，沉淀一下，各自沉淀一下。很棒很棒，得缓一下。好，行，撤了啊！辛苦了啊，辛苦了，大家。拜拜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拜拜。再来一个，哎呀，这么色呀！我跟纯粹是节目效果哈，我倒是也不想看，只是我觉得有点绝。